哦，我们刚刚就是去拿机票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哦，今天我们客满哦。那我心里就小抖了一下，想说完蛋了，要等。聊天室不要闹，好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很久没有看我一个人录影片了，不过今天也并不是一个人啦。其实我那天就接到我朋友一通电话，我的直播观众应该对他算是蛮熟悉的，他就约我要去韩国，就是今天去，明天一整天，然后后天一早就回来。但为什么要做这个呢？通常我们空服员或者是拿员工票的人呢，我们常常会打商务舱这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挑战一下经济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我们家航空公司的员工票 Regional 的 Fly 现在是免费，如果你搭经济舱的话，也就是说你只要付机场税而已。我稍微看了一下单程的机场税，差不多到韩国只要129块港币，折合台币是500块有找。不过今天飞机有一点点满，通常大家都觉得说有 IDTK 人或是组员搭飞机这么便宜很爽的感觉，其实呢我们通常搭这种飞机的时候心理压力也是蛮大的，因为飞机很满或旺季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可能会上不了机，所以今天就要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如何抓飞机的实际路。那现在时间呢其实也差不多了，我跟我朋友约在机场见。我们这次去呢就会分享一下我们行程，拍给大家看我们战利品，如果有买到的话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去机场咯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要准备出发到机场了。然后我刚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哎，我还在信义区哦。我想说，我们不是5点的飞机吗？不知道我到的时候他会到了没。我们现在在机场，然后我们要排的位置就跟一般人不一样，职员候补。有一点点小紧张，因为感觉班机有一点满，所以不知道等一下可不可以成功的上飞机。然后我的伙伴还没有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哦，我们刚刚就是去拿机票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哦，今天我们客满哦。那我心里就小抖了一下，想说完蛋了，要等。然后他下一句就说，所以我们帮你升等。哇，竟然拿到升等的耶！有一种就是小确幸的感觉，太开心了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我们的员工票如果是从台北到仁川的话，基本上员工价的话，如果你订商务舱应该还是要1600台币左右一趟，虽然也是很便宜了，但是我现在因为被升等所以很开心，然后觉得超客家的啦。不过重点是我的朋友还没到，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地方等他。哇，太开心了！原来我玩游戏抽不到东西，都是把运气用在这上面呢。It's gonna be a good trip 。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朋友出去玩了，因为都很忙，所以我还蛮期待的。啊，我们的女主角已经到了吗？我们的女主角，我们的女主角，她应该不会上不了机吧？她上不了机，我会杀她。噔啦！好美哟，你怎么那么漂亮？有大框就很美的。你怎么那么 sweet？ 哎呀，你为什么变成 Mariah Carey？ 不是你 Mariah Carey， 你才 Mariah Carey 了。Yeah， 那你加油喽！我现在很紧张，就是怕不够 check in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转去别的地方吧。去留下他们柬埔寨，柬埔寨是，我才不要嘞！哦，好累哦。加油！我的背好痛哦。你怎么了？你干嘛？ I'm not trying to be sexy。你看这个人，你看这个人多么的浮夸、啊！好，不用摆 pose， 谢谢。你带那个垃圾袋是要去哪里？寿司。哦，寿司。番茄。那你可以拿一个漂亮点的袋子。我本来还是送的，然后没有在市场买。我没有说星巴克漂亮。然后它给我破了。我在银行把番茄撒一地，你知道我多丢脸吗？还有人正价客人帮我捡。遇到认识的人了，好红哦！谢谢你，哦，姐姐拿到机票了，姐姐也可以拿到机票。来看我爸，来给我打我爸，好开心哦！我们拿到两个都拿到，而且还坐旁边，嗯，怎样？是长相有差，没有啦。开玩笑的，可是没有到我们机门口，哎，没有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只有他会被 downgrade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没有到机门口都很难讲。你拍张照吗？啊，可以啊。既然碰到了，你是新进的台湾女生，你是组员吗？对。啊，你是组员。你有看我影片？那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要去韩国了，拜拜拜拜。稳叔出现了，准备进去 ，Let's go。对。他说他也要 Let's go，Let's go。好亮哦。对 ，Let's go 啊。女神光好 ，Let's go。
啊，我们坐上来了，竟然没有被 downgrade。你那是什么脸？对，这是一个 you got it。哎，我好烂，我只能喝这个，怎么办？太简单了，给他一杯牛奶。你贱嘞！那我们要出发喽。那你要这样子吗？你不能这样，挡不住。他好难控制，我不想控制他。这个人非常可爱，他从刚刚切那颗芭乐，然后他还带这个上来，带芭乐，然后切到现在还在吃。好可爱！你看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真的很夸张哎。记得吃，记得吃，因为他发纹非常好，他就是发纹的，然后他非常难控制。This is close. 我们已经到了仁川机场了。我们等一下是先坐巴士到市区，飞机这边啊，你看他完全接我们吗？反正这边去市区都是要一个小时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建议大家是坐巴士，就是很快。我想后面那个人又不受控了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我们刚进来。所以你等一下泡澡吗？当然了，我今天很酸痛。空服员的酸痛，夸张。倒起来，哎，对啊，刚很多人哎，现在人很少了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出游的 outfit， 然后我等一下就会冷死。然后这间饭店呢叫希拉 hotel， 然后我们昨天一进来想说为什么在山上？有钱人才住山上啊。到处都是名牌，然后这酒店是他请的。OK， 那我们准备出发吗？我们准备出发吗 ？OK， 大家敢出发 ？Yeah， we just pop our business side。你看韩国车都有 TLC 吗 ？OK， 泵就是防车门打开用的。我们现在第一站要去哪？我们第一站要去拍证件照，来韩国要拍证件照这样子。拍完证件照要去吃生鸡汤，生鸡汤，然后那家很有名，对，所以来韩国基本上好，就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好像有大吃。还有话要说吗？晚上大吃烤肉，对，再带你们去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目的地了，它叫做狐狸洞内。我们洞内。那我们现在走吧。可我想喝一杯咖啡耶。狗别，有没有咖啡？不好。这人是不是真的很失控？受不了哎。Like pictures for what do you want？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，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环境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环境，然后这边应该他有帮你做妆发，然后这应该就是做妆发的地方，很可爱吧？然后还有一些配件跟衣服，然后等一下拍照的地方在那里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拍了，不知道等一下拍出来怎样。上主播台。OK good， 来公布。现在老板要来修了，来修图了。其实看起来也蛮美的，只是他现在在修，帮我修成那个韩国女团。哇！我们现在来到这家店啊，是我刚当空姐的时候第一班飞，就是飞仁川第一个来的地方就是这间餐厅，然后这间餐厅就非常有名。现在是下午2点哦，一样是这么多的人，里面几乎都是客满的。我们现在要点一个，就是这个最贵的咕咕鸡，跟一个最便宜的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来比较一下，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差别。对，刚刚的服务生就直接递上这个东西耶。
人参，然后等一下，就是等一下要加到鸡汤里面去的嘛，当姜，好像毛毛虫哦。就这两杯人参酒，大概就是会比较补气用的，不然就是暖身体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无骨鸡，就是那个 expensive chicken。然后这是我们的便宜鸡。便宜鸡。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一罐放这罐放进去吗？好，按喽。我不想太多人参，因为我不敢太多人参。你看我这个手势多么的棒，我觉得这样就好了，撒胡椒是不是这样就好了？对，太好吃了 ，Spring， 还在 cooking 有没有？现在准备来试试看它好不好吃，先吃一口萝卜。那我觉得萝卜好吃，我自己是对泡菜还好。哎，你看它里面来，好吃。那我吃吃看这个便宜的鸡，用便宜的鸡，这个便宜的鸡吃起来比较柴一点点，这个的话吃起来就是比较软嘛，然后比较嫩，然后它吃起来比较柴，可是也没有不好吃啊，它比较甜是不是？喝一下汤的差异，汤是差不多的，汤是差不多，因为它汤口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我们现在赶快认真的吃吧。来吧，你怎么了？对，你还好吗？说说你现在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酒哎。嗯哼。因为这里面有那种料理酒，我好像。不行了，对，赶快来人把他带回家，对，趁虚而入。娘娘发酒疯，原因为什么？他就喝了带有完全我喝不出酒味的生鸡汤，他就变成这样子。真的有酒。我现在在想，我要不要把这个人塞回去酒店，然后我自己 happy 一下。变样子，对，他变样子。Morning， 打乒乓球。厕所右边。这个呢，先去给钱啊。好，给我就好了。好，去。你要先给钱。好大的鸡鸡哦。对，来，看一下，这是他所谓的那个鸡鸡。好大的鸡鸡，太好笑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有人在土石村醉酒，结果5000给成50万，给成。Say something。可皮，你要喝咖啡吗？对，太搞笑了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shopping。你刚吃了什么变这样？说。那个鸡，然后外面有卖那个大的鸡。啊，大名字鸡好 ，OK， 非常好。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？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有洞。我们有洞是拍照的地方。这里是不是真的很失控？受不了哎、欸！阿哥喜欢我，阿哥穿什么？对，阿哥一直来看他那个小毯子，太神奇了！人家在夜店醉酒，他在土俗村生鸡摊里面给我喝醉酒。开一杯牛奶。我玩游戏抽不到东西，都是把运气用在这上面呢。It's gonna be a good trip. Good trip.